咦，说好的美女拼盘嘞，怎么换成郭大爷上场了？别急别急呀、啊，且听小库我娓娓道来呀。最近老郭和柳岩一起主持的节目《大锅文化》就要开播了。在昨天的发布会上，原本说要到场的性感刘主播竟然没有来呀。不过好在郭大爷懂我们屌丝心情啊，三句话不离柳岩，而且说的都是小库我的心声啊。柳岩在台上是一个没脑子的人，或者简直就是一个花瓶。花瓶也要做精美的花瓶。我说那不是花瓶，奶瓶。啊，现场很好，他们给剪了啊。有的时候说一说是为了现场效果好玩，那后期的时候我们要顾及到播出的尺寸问题。有个悬疑乐，郭老师也是屌丝啊。北京报道。人心小心。